我就慢慢的喝，慢慢喝，我喝出了，我喝出了我的健康。我的胃是我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了哈，我的胃是已经是三十多年、四十多年、四十多年了，我很严重的啊，胃风、胃酸倒流真的很严重的。当我喝了这个水啊，这个太子水它排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喝水有慢性反应，吃保健品也有慢性反应。我一个晚上可以倒流出来五六次，我先生也怕了，我就倒流出来，而且我的头跌过啊，以前有认识过我的人，我的手是跌断了的哦，跌断了的。但我敲到头，我这头就提起了阿摩劳努力，我知道这个是随时会爆发的。我非常感恩这个太和之水泥把我的头，可是这个过程是很痛的哦，经历很痛，还跟我先生讲，如果我倒下去，你马上送我去医院，就是跟医生讲，这个我的头以前有跌过，有淤血的哈、哦，因为我不敢面对，不敢去开刀，我怕开刀啊有磨大，真的磨大我会很怕。然后我开过四次刀，我真的很怕。开过刀的人就知道，我们的后遗症是非常的多，记忆力非常的差。我非记忆力也好了，那么呢，我的这个头发这边呢也开始黑了，我很高兴啊、哦，我的先生的这边。跟这边也黑了，我跟他讲，他一直看着我，我说：“哎，真的黑了，你没有那么白了。我跟我的家公剪头发，我看到了这边后面哦黑了哦，我吓到，哎，这边疼，我这边凹起啊，没带起啊。后来我回神过来，哎呦是啊，喝太和子水，因为我已经一年多，我一开始喝，我的家公也跟着喝，所以我看到我的效果。我胃酸风开始，现在开始好了很多。没有，我这边肚子很大的，今天还好看一点点啊，真的很大个的。每个人都笑我，有时候摸我的肚子，现在开始小。我还很多见证，就是留给别人讲。真的，我很感动，我非常谢谢自己介绍这台太和之水泥给我，要谢谢这个公司，谢谢梁董，他讲的课让我非常的精彩，我非常喜欢，我一直追随他。好、啊，我要去帮助更多人，我要去救更多人。那么啊、如果你们不啊、如果有需要是我的团队的人，你们需要水的可以找我，免费送水啊，免费送水给你们喝。我手上有很多个去我家，那是 COVID， 他们都来我家一直造水造水，喝出健康，他们每一个人都请回去，来过我家的每一个都请一台回去，因为喝出健康啊，我现在。有看过我的人就知道我的脸的黑斑很黑的，我有见证，你们可以看我的相片啊。上 Facebook 当然啦，很美的嘛哈。爱睡嘛，怎么个了爱睡？我不是真爱睡也怎么哈？我六十多岁了，我也是还爱美的。那么呢，我这边呢一讲话，鱼尾纹就很多，因为我这边两边啊、是有那个疤痕，那啊、而且呢，我这个斑点超多啊。我的一个朋友呢叫。Jerry 他看到了他才相信 Jerry、哦、他看到了才相信。那么、你们要看我的见证，有的、有跟我在一起的朋友都有，我擦粉擦到很厚的、哦、睡吗？擦到很厚、擦红粉，我现在没有擦了、不用擦了，我很轻松，我也不用粘那个双眼皮、非常感恩，非常谢谢大家、